给我老婆一起录个视频，来块大的。在这辣椒酱，咱家三角巧的辣椒酱现在已经来了啊！现在很多老铁想要的这个辣椒酱啊，超级好吃啊！吃过咱家辣椒酱的都知道，三角巧的辣椒酱是最好吃的，无油。这口感香，这没水喝。来，你喝不？说。这小辣椒酱。非常完美，虽然不好嚼，但是这口感是最好吃的。嚼不来。大口干。